中国台湾网5月8日讯，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捷一今天在厦门会见了来闽祭祖的台湾王室宗亲会荣誉理事长王金平一行。刘捷一表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两岸中国人因共担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